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拖油瓶阿顾。今天啊，终于出太阳了，阳光明媚了。今天是第七天，我要走的这一天啊，竟然出太阳了，真的是。好吧，今天吃个早饭。好个饭，吃完饭收拾一下，就回府了，打道回府。大概盘点一下还剩下多少东西，米大概还有个300克，面粉大概还有500克，咖啡豆就喝了一次，把这咖啡杯打坏了，摔碎了，其他的话还有鸡蛋是没有的，还有一点点调料，基本上也不剩什么，因为昨天晚上火锅给造了。喂，杨林，我走了。我走了，跟你说一声。好的，我们下次有缘再见了啊。对。好。好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。再见啊。好的。好，再见。看看这是在干什么，河底的淤泥长时间不清理就会积淀，造成河床河道堵塞，这个就是在清除淤泥。这操作看着挺爽的，这个水枪的压力应该很大的。看对面这个人，他站的都是斜的了，斜着站的，说明后坐力很大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处于下游的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。这台吸气是把这些泥浆给吸出来，然后沿着这条管道，沿着这条粗的管道一路排到远处的收集释放地方。河道已经堆积那么深，那么厚的淤泥，都不清楚，这是还没有开挖的，上面都长草了，我估计有个2米厚。